Wow, this is Red Killer on the beat.欢迎收看这一期的韩饭，我是韩景峰。千师万唤使千呼万唤使出来啊！帕拉梅拉动态下一集。其实要聊到帕拉梅拉这款车呢，本身它就是一个今年非常热门的车型，它的热度非常高啊，不亚于我心目中的新款 G500 啊。首先来讲呢，它不管是从外观啊，还是从动力总成，还是从底盘调教啊，还是从它这个整体的售价啊、配置的选配来讲，它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车。那咱们废话不多说，先聊一下动力总成啊。在这一代的帕拉梅拉呢，不算混动车型，只算汽油机呢，总共有三个动力总成，就是 2.9T 的 S 高功率和 3.0T 的普通版本，还有 4.0T 的 Turbo 啊，是非常好记的啊。那这台车呢，咱们现在开的这台呢是 3.0T 的一个行政加长的四驱啊，它拥有一个330匹的马力和450牛米。那我为什么说帕拉梅拉这款车让我非常非常的中意，也特别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不造跑车的保时捷和咸鱼有什么区别？我一直说呢，帕拉梅拉这款车其实是保时捷它降级造出来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啊？大家仔细想一下啊，从最低配的两驱版本的一个帕拉梅拉 3.0T 的动力总成啊，90多万，到200大几万的 Turbo 啊 4.0T 700多匹，在这么大跨度的一个价格区间里，他们依旧通用了一个变速箱，依旧通用了底盘啊、悬挂啊、调教啊，只是一个发动机动力总成的一个区别。所以由此看来，帕拉梅拉这款车的底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那要聊到最新款帕拉梅拉的驾驶感受，除了它这个 3.0T 的发动机以外，还是得聊到它的祖传 PDK。 这台车搭载的是一个8速湿式双离合的这么一个变速箱。那这个8速呢，听起来就很厉害，而且比老款7速呢确实多出了一个档位。那多出了一个档位，你会发现什么？就是我现在开起来这台车的变速箱的逻辑聪明的要死，你能感觉到吗？我现在用的是一个 Normally 的模式，但是在正常循序渐进的这么一个很匀速的这么一个驾驶过程中，我忽然一脚深油，你知道我有种什么感觉吗？就我好像是在开一台大版的加高加宽拉长版的一个911。这个8速变速箱好处啊，在城里面啊，大家都知道啊，你档位一多了，它变得很聪明，变得很快了，它就省油了。但是在山里啊，我深深一脚油，它的这个反应速度，这变速箱这个聪明的程度，让我有点亢奋了。确实有点不可思议，这确实是保时捷的祖传变速箱啊，非常有赛车血统。你们能感觉到吗？一个5米车长的一个帕拉梅拉行政加长，在山里，在没有后轮转向这么一个配置的同时，依旧是如此的灵敏。OK， 当我疯狂的狂按这个8速的 PDK 的双离合变速箱以后，我为什么还是得折回来去聊这个 3.0T 的这个发动机？其实大家都知道，从帕拉梅拉10年上市 3.6 V6 这么一台自吸发动机以后，出这么一代，后面全部都是 3.0T， 包括这一代依旧用了 3.0T。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在我现在我猛给油，首先它变速箱非常聪明，5档直接连降2档以后，直接祖传保时捷 PDK 变速箱，迫使你去拉到高转，一个帕拉梅拉能拉到7000转、6000转去换挡，真的，我非常非常惊叹这台车的动力总成，这个变速箱和这个发动机的配置堪称完美。这明明只是一台5门的家用车，但是在山里，真的，我第二次赞叹，开起来的感觉真的太不一样了。运动基因强大到爆表啊！那之后呢，我为大家隆重介绍这个 Sport Conno 的这个组件。为什么我在第一期的时候告诉大家，一定一定要花3万块钱，千万别舍得不花这3万块钱
一定要去选择这个 Sport Kono 这个组件。那大家当时呢，在静态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到这个组件到底带给你的是一个什么样直观的感受。保时捷给出的一个选择就是啊，舒适、运动、运动家和个性化定制。他们的悬挂分别是软、适中、硬，但是在我看来，它这四个模式是什么样？就是硬，很硬，真是太硬了。而它的模式是什么？赛道、赛道家和终极狂躁保时捷土豪限量 Sport Kono 选择的才有的赛道模式啊！这个就是我对这台车整个一个动力匹配和一个底盘悬挂调节的这么一个认知啊。所以我说这台车啊，在能有一个很好的操控性的同时，它一定牺牲的就是这么一个乘坐的舒适程度啊，它提高了它整体的这个转向性的同时，你的悬挂一定不会太舒服。 OK， 在我切换完 Sport 模式以后，你可以感觉到在正常1000多转已经换挡的这个八速双离合变速箱上呢，它现在已经保持在2500转到3000转，它都不再换挡了。那现在我深踩一脚油门啊，你可以感觉它的动力回馈非常的充足，而且它变速箱变得更快了，它在疯狂的往上顶高转，现在已经能达到了6000转不换挡了，像一台911。哇，这个模式在我看来已经是大多数的D级车根本不可能达到的一个层次了。所以我说呀，保时捷它在降级造这车，你可以感觉到它把赛车的这些精髓放在了一台家用车上，到底做了多少功课？说白了，它做跑车很容易，但是让它做一台家用车，好像对保时捷来讲挺难的这个东西。那现在我总算到了终极模式啊，就是这台车的 Sport 加。在 Sport 加的这个情况下呢，它的这种三种的避震软硬可调节已经降到了最底下。啊，现在的底盘肯定是超级超级硬，而且悬挂也降到了最低。那现在我们保证什么？在3000转还没有换挡，而且它换挡变得不积极了。它需要什么才能换挡？它需要一脚深油。已经换挡的时候有顿挫了，换挡的时候已经不再像是一台双离合了，反而我觉得有点像跑车那种康康康的那种换挡了。7500转。非常非常的快，降档、连降，哇 ，unbelievable！ 这让我觉得真的，我好像就是在开一台911，我已经无数次在说了，但是真的太保时捷了。很多人都会去说保时捷，说你明明造的是一款四门的一个行政加长的跑车，为什么你的这个里面胎噪这么严重，而且声浪还这么大？其实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保时捷造车的这么一个精髓吧，就它是想让驾驶者有那么一种参与感，时刻提醒你，你开的是一台保时捷呀，而不是一台普通的让你觉得很无力的车，明白吗？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保时捷的精髓所在。那现在我还得告诉大家，你可以看到这个啊，有一个按钮。你爸妈没告诉过你，没事儿别老瞎按这种不明白的按钮。摁了这个按钮，我现在已经开始打听 NRO 氮气的售价了，兄弟们。这个俗称20秒，真男人。我先给大家摁一下。有一个20秒可以看到啊，这个就是一个行进间弹射的一个装置啊，俗称。20秒真男人，因为它只有20秒，但是它可以无限，这个看起来挺厉害的。OK， 那咱们刚才在这个 Sport 加的这种模式下呢，咱们玩的有点不亦乐乎了，咱们已经忘记了它好像不是一台推头版的大版的911，它好像是一台帕拉梅拉，对不对？那它是一台帕拉梅拉这个情况下呢，还是一台行政？那咱们是不是该聊一聊它的乘坐体验，或者说是你开起来，你对这个车，是不是有一种行政车型的感觉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完完全全没有。但是呢，你又不能说它不是，所以说我也是很纠结怎么向大家表达我现在想跟大家说的这种感觉。就它的悬挂真是太硬了，油门太硬了，变速箱反应太快了，而且还有声浪，
我说你告诉我，我再开一台 D 级车，就你是不是在逗我，哥们儿？要我说，我觉得这个乘坐体验啊，这个路面回馈啊，真的和国产一级都不是一个概念。但是你要说跑起来啊，一级，啊，你们这些普通的行政车就是一个土地里，把 S 六三拉出来跟我跑一跑。OK， 那今天啊，我带大家全面体验完了帕拉梅拉这个车的多重性格。那咱们还是说一说到底什么人能买的，或者说它作为一个什么样的定位，在您的车库中出现是非常合适的呢？首先我跟您这么说啊，这第一个肯定是土豪所选啊，因为落地在145的车已经是普通家庭不太能接受的了。那之后呢，我觉得帕拉梅拉这款车，它如果说让咱们聊聊男人的话题，它不是你的老婆，它一定不是你的老婆。你的老婆是谁？你的老婆是你的代步车，就是你车库里的代步车。像什么 S30 啊、A8 呀、啊、这个啊、730、740啊这一类的，是你的代步车啊，油耗很低啊，外表没有那么张扬啊，你开起来你舒服就好了，平平淡淡才是真嘛，这不是过日子吗？那像跑车啊 ，GTR、法力、兰博这些车是你的情人，你不可能每天都去找他们，对吧？但是你必须得偶尔享受一下那种激情，对吧？那种饱腹感啊，你们都懂。但是你天天开，第一个就是那个你很难受身体，对吧？那最后，那帕梅拉到底是什么车？说代步吧，代步起来没那么舒服；你说运动吧，你又不能真的做到那么极限的运动范儿。那它是什么？它是你的红颜知己，它是介于老婆和情人之间的那个独一份。那这个独一份呢，首先来讲不会给你太多的压力啊，你的身体也是能接受的，而且你还没事儿，不会强迫你的总去开这款车，自己还没事儿想开一开车啊，这点就非常重要了。所以说这台车如果您要买，我劝您有这个经济实力的时候，它只能成为您第二台或者第三台全用的车，但是当你买了它，你一定不会后悔的。你需要老婆的时候给你当老婆，需要情人的时候给你当情人，最重要的是不会破坏你的家庭和谐。所以我觉得帕拉梅拉这款车，就冲这点，我对它的评价真是非常高了。其实呢，你会发现在现在的这么一个市场里呢，帕拉梅拉作为保时捷出的这么一个相对于高端的一个行政车型，还是运动车型，还是轿跑车型，不管它在您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 whatever， 但是它在我心里它就是那么一个独一份。但是就在前几天啊，前一阵它马上变得不那么独一份了。没错，奔驰的 AMG GTS 四门版马上就要上映了，我相信那个时候它一定能和帕拉梅拉在市场上针锋相对。这台帕拉梅拉落地将近210万左右了，那它一定有一些不足。那我看来，这台车的不足就是它在城里的代步是非常非常的累了。我为什么要这么说？首先，我本人来讲，我是拥有一台跑车的，啊，我拥有一台 SUV 全地形的。那我在选择一台车的时候，一定是选择舒适为主。但是这台帕拉梅拉，他在城里在跟车时候的表现是特别特别让我难受，也是特别特别不能接受的。因为他的方向盘转向助力和他的油门踏板包括刹车，在这种比较激烈的比较激进的这么一个驾驶情况下，它是一个非常舒服的状况。那反过来讲，在正常的跟车的时候，它会非常非常的累。我们等了半天，等了一个堵车路段啊，所以说咱们能够往城里开基本很少堵车。你可以感觉到，就我现在一档二档这个变速箱是什么样，它特别像跑车，你知道吗？像正常车你一档，哎，往前窜一下，对吧？
二档直接就悠起来了。你可以感觉到，我在这个时候我都不用刹车，我自己变速箱就给我制动了，你知道吗？完我再给油啊，你看，哎，这窜一下我又得刹车了，特别难受。就这个油门踏板的这种，到底该使多大劲儿，很难把控。对于一个经常开日系或者说是经常开一些德系 BBA 车型的车主来讲，真的特煎熬。你看我现在啊，我现在脚是拿开的，我脚是拿开的，你知道，我可能你们看不见，但是它真的怠速啊，就基本为零，很难怠起速来，你知道吗？而且它一直保持的就是在1000转左右的这个怠速，我让你能往前跑。你看我这一给油都窜，我窜完了我就得踩刹车，所以说这个东西简直在城市的代步里就是一个煎熬。当然它的好处就是什么，在你并线的时候你这一脚油直接就起来了，但是你跟车的时候一脚刹车一脚油门是非常非常的难受，你知道吗？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站在北京的天桥上，你知道吗？往下看这种人来人往的这个车流，我平时都是下班都必经这条三环路的，你知道吗？但是今天的主题其实还是想对帕拉梅拉这个车说一声，就是这帮德国佬设计车是你们那国家全是高速，你想着都是怎么拉高转怎么往上跑。大哥，你知道北京什么样吗？你一档二档弄成那样的，开车回家都被累死了。我跟你说，等有一天我就把那德国那设计师拉过来，逼着他让他跟北京这二环三环必须得6点到7点开，开满2小时你就不能给我下车，到时候这变速箱绝对做不成这样了，你知道吗？好吧，这期韩范贡献给大家一个特别美的一个类似于 vlog 式的北京夜景。感觉自己太渺小了，真的，这真是我第一次站在这儿。